十个手指头啊，这么交叉，交叉在一起，就这么样的，这叫金刚掌，啊，金刚掌，你这么样子，这叫金刚斧，这么样子，啊，这金刚斧，啊，这三个，你随便愿意用哪一个都可以的。那么你念这个咒的时候，你有这个手印了，又这个翻盘的相应了，这就好像啊，在那个在那个厅里头摆上一盆的花，那点缀的很好的。这个三手印呢，书写一种继承啊，这个楞严王大白敞开的这种佛顶心咒的印，然后啊，你再观念这个咒的这就要叫三密相应了，啊！你能这样子，这个诸佛啊，你能得到啊，这个西方的诸佛三轮不思议化，啊，这个身口意啊，这三轮不思议的人化，啊，无论是出世的法，你世间的法和出世的法，你啊所求没有啊。不入意的，你求什么就得到什么，不过最好还是无求，你有求啊，那就有贪心了，有贪心呢，那是得到现实的感应，但是啊那个不能得到无量的那个功德，你要无所求啊，那功德更大。这个，然后你再呀，要是再不会这个呢，你再有密宗里头有这三个咒，你把它念呢，这也随念成坛。这三个咒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法界真言，法界真言呢，就是念的南瓦子拉陀都湾，瓦子拉陀都湾，你念这个咒也成坛了。第二呢，念那个清净的真言，就是南兰梭河，南兰梭河，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三坛的真言，这个三坛呢，就佛坛、法坛、僧坛，啊，这三坛，这个呢，就是放焰口那不也念，就是南雅轰。南雅轰，这个南字呢，就是毗卢顶上做佛坛，这个雅字呢，就是弥陀，看这个轰就是恶土，那么弥陀呢，就是做法坛。恶徒呢就是僧坛，所以这是三坛，一念这个咒呢，这也是这个三坛相应，所以啊这个你念这个咒的时候先念念呢这三个咒，也是最好的。第一念净法界真言，把法界都清净了，然后就是南瓦子拉陀都湾，念的七遍，第二就是南兰梭河，也念七遍，那么第三呢南雅轰也念了七遍，那么你念这三个咒呢，也就也会三密相应，把楞严会上佛菩萨。
是啊，梵语翻译过来叫归命镜头，就是啊，把我们身心性命都啊归给佛了，对佛呀恭恭敬敬的五体投地。只有啊佛是我们相信，其他呢都是咱不需要相信，所以这叫归命镜头那么两个字。楞严，楞严前边呢讲过了，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这一切事啊就不是一种事，无论呢什么事都包括在内，都啊到这个究竟的那不可破坏的这种程度上了。但这个事啊，这是因为恶难被这个仙梵天咒所迷，佛呀说这个楞严咒，派文殊师利菩萨用这个咒把恶难又救回来，所以这叫楞严会上。这个会呀，就是在楞严法会，就是当时的一切的佛和一切的诸大菩萨等等，所以啊念这个楞严咒，先要啊归命这个楞严会上的佛菩萨，念三次，这是啊妙赞总持不动尊，小楞严王是稀有。怎么叫妙赞？这个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啊，也就是你不能想象的。你要能想象，你能知道，这都谈不到妙。妙是出乎你意料之外，你思想啊都达不到的，所以说叫不可思议。战，这个战呢是战身，不但妙，而且还妙的非常的战身啊。非常的不可思议，妙了又妙，这妙战。总之这个总是总一切法，持就是持无量意，总一切法就是包括所有的法，持无量意也是要受持着无量的意，都在这里边包括着所以这个妙战又说是啊显密圆融，叫妙战。随缘普应叫总持随缘普应，所有的尽虚空遍法界有感四通
无求不应。啊，这种的境界就叫总持。不动，这个本体常寂，这叫不动。那个本体呀，是寂然不动，感而随通。这个妙湛总持和这个不动，这个。这三种都是妙障，所以啊，三而一。要三种啊，都是总持，这一二三，这三者呀，都是不动。妙湛也不动，总持也不动，不动更不动，所以这非三非，一三一，也就是三，也就是一。那么要是啊，详细分析它，这妙湛是貌，妙湛总持是总持，不动是不动。那么在每一个意思里都有这三个意思，所以说。三而一，一而三，非三非，也是三，也是一。咱们这个尊，尊是世出世间的一个尊称，尊号，也就是不动尊，就是佛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首楞严王是稀有啊。这是啊，赞叹这个楞严大定，说呀、啊，那么修行啊，第一种的大定就是楞严王，因为这种定啊，能生一切的定，一切定没有不从这种定啊生出来的，所以叫首楞严王。是稀有，是稀有，这就是说世间上啊，不容易有的这种法，这种法呀，这是啊，最难遭难遇的。这两句祭文呢，这是两句颂啊，这是若男，他，由这个文殊师利用这个楞严咒把他救回来了，他感谢这个佛的这种深恩，所以说用这个偈颂来形容他这种感受。一劫颠倒想，佛力生其怀法身。这个我们人呢，为什么有一些个妄知妄见、邪知邪见，这个颠倒梦想？就因为啊，从无量劫以来，这个一劫消就消除了，一劫就是无量亿那么多的劫，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这什么呢？颠倒想，这个颠倒就是。非常即常，非断即断，非有即有，非无即无，
就是啊，跟着这种网的境界去转，没能啊把这个网的境界转过来，也就是所说的人为境转啊，人被这个境转动了啊，没有啊人能转那个境，人常常被这个境啊，这个业风所牵，被这个境界所转，那么所差的呢就是一点点，并不是多，可是就这一点点呢，就和这个真正的真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大相径庭了，就大谬不然了啊。所以说啊，叫颠倒，颠倒也就是你不应该想的你要想，不应该贪的你要贪，不应该嗔的你要嗔，不应该呀迷糊的你被他所迷倒，这都是颠倒想。哎，再问清楚了说一说，也就是你自私也是颠倒想，自利也是颠倒想，你没有那么大公无私，这都是颠倒想。这种颠倒想啊，决定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受生死的一个因缘。咱们为什么不能脱出这个六道轮回呢？就因为有颠倒想。咱们现在修什么呢？修就是愿意把这个颠倒想消了。所以一个男的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一样有颠倒想，恶难他的记忆力非常强，佛所说的经典他一粒耳根是永劫不忘，永远都不会忘的，但是他一样有颠倒想，一样啊见着摩登倩女的时候啊就被他所摇动了啊，就跟着这个摩登倩女就跑到那个王法外道的家里去，这时候啊就是颠倒想。男贪女爱，这就是颠倒想。这个颠倒想是从无量劫以来的，所以说呀，这个首楞阎王啊，这种大定大法呀，这种妙战总持不动尊的这种法呀，这个法是首楞阎王是稀有，他能以啊消除了我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颠倒想，不利僧齐法怀法身啊。这个就令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受生死的一个因缘。咱们为什么不能脱出这个六道轮回呢？就因为有颠倒想。咱们现在修什么呢？修就是愿意把这个颠倒想消了，
所以一个男的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一样有颠倒想。恶男他的记忆力非常强，佛所说的经典他一粒耳根是永劫不忘，永远都不会忘，但是他一样有颠倒想，一样啊，见着摩登妾女的时候啊，就被他所摇动了，啊，就跟着这个摩登妾女就跑到那个弘法外道的家里去。这时候啊，就是颠倒想。男贪女爱，这就是颠倒想。这个颠倒想是从无量劫以来，所以说呀，这个首楞严王啊，这种大定大法呀，这种妙战统持不动尊的这种法呀，这个法是首楞严王世亲有，他能以啊消除了我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颠倒想，不利生起法怀法身啊。这个佛啊，成佛经过三大恶僧七劫，所谓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三大恶僧七劫，他在那时候修福修慧啊，经过那么一百个大劫啊，他种这个福啊，能以啊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什么叫恶僧七劫呢？这三大恶僧七劫，一个恶僧七劫啊，无量数，那三个无量数，三个无量数，你算算这是有多少，有多长的时间。所以啊，有三个，一个无量数一定就是没有数量那么多了，数不过来了，电脑也不能算出来是多少了。可是三个这个无量数，三个这么大的无量数，这叫啊僧祇啊，三大恶僧祇劫，每一个僧祇劫就是无量数，三个大恶僧祇劫，三个大无量数啊。那么现在恶难呢，尊者他说不利僧祇怀法身，我得到这个楞严咒了，有这种啊坚固的大定啊，不需要经历啊这个三大恶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法身。这个法身呢，也就成佛了啊，也就正得呀这个法身自在了啊，有一种神通变化法身。正得这种法身，就是在这个诵楞严咒啊，你诚心呢、啊，诵念呢、啊，不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啊这个法身了，法身具足了。
劝君德国城堡王传道入世横沙中将死身心奉臣道，实在名为报佛恩，不请世尊为证明，无著恶事事先入，若依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一环。恶难前边说啊，小我一级颠倒想，独立生起怀法身。咱们现在又说愿君德国成宝王，说啊，我现在发愿，愿意啊，这个先成佛，先成佛呀、啊，就是城堡王，德国城堡王。这个德国呢，就是德佛国，宝王呢，也就是佛，还度入世横沙众。我成佛啊，不是为我自己，我还要啊道驾慈航回入啊这个娑婆世界来，再呀、来教化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众生，这所有的众生我都要度他们。将此身心奉陈刹，说呀，用我这个身心，这个身，就是啊，一种啊，般若的智慧，奉陈刹，我这个变化到啊十方的世界去，我回来呀、教化众生，把我呀、我愿意用我这个愿力啊普遍呢到这十方那个尘微尘刹度那么多的世界去。是在名为报佛恩，我呀是这样的去做去，我这样用这种的至诚恳切的心，我来呀报答这个佛教化我的恩，这种恩德，不请世尊为证明啊，我又啊很虔诚的啊来呀请求世尊呢、为我呀、恶难证明呢、我这种愿力，现在给我证明了我这种愿力，无着恶事事先入啊。